我觉得那样超级好笑。哎、欸，好慢哦，那个孩子都是做出来的，他做不出来，他难产嘞，做不出来，孩子好生猛。不出来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我一局我再输个六场，我就去大师了，不行啊！你知道我以前好像我还没有从精英掉过大师啊。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我以前基本上分数都是越来越高的，可是现在越来越低了啊，博士。哎、欸，我们一等超神哎、欸，真的吗？你自己看我们一等，博士。结果你他妈还在买装备。我在想我要买什么。我们一等很神。我们一等很神，该大师在呼会唤。会不会找兰特？他妈兰特不是在玩《马奇英雄传》吗？我跟你讲，兰特很猛哦。这《马奇英雄传》他妈……哎，是要不要找我啊，博士？哎呦，我们可能付不起你的钱啊！我操嘞！该进去了吧？这感觉正面撞进去，我们也是屌的。有人说他撞二，你只要输过，你就输完了。我应该死定了。哎、欸，我操，这个人还刚才那边舔。完蛋。OK， 晕个，哦，漂亮。哦，还通闪。哎、欸，还过完了。我喊到。啊，不交闪啊。没有，我觉得贴符交闪就杀掉啊。真的交闪。没有，他交闪，我 Q 起底好就杀到。对啊。没关系。哎、欸，这样很幽默吗？哎、欸，你要？哎、欸，是，哎、欸，这哪赢了？脖子，你看对面已经在吵架，对面在吵架。我的队友真的很会玩。nice。你要三狼还是四鬼？哎、欸，你去试。另外一个。哎、欸，都可以。你去试试鬼啊！我吃你的啦。还是我直接吃你红 buff？ 我是有怕。OK。没关系。有赚就好哦，队友有偷听哦，他知道刚应该要闪现。没啊，这个没差、啊，那个只是就是这个重点打出来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打了一个气势，但其实真的没有优势进攻。没错。可是有气势，其实这游戏就是有气势才会赢啊。哦，盖老师，不对啊，博州，你安的嘞？我知道。OK， 他没知道，那你赚，你赚。开心。哎、欸，你差点被操死。我想起来了。我上场跟他同队，他就这样表过对面蓝宝、欸。哦，真的假的、啊？他表到把蓝宝杀了，然后再拿到。干那对面蓝宝应该爆裂了吧？你一个没有学乖啊，三场这样弄你，你居然没有去弄他。没关系，这场是差爆裂，他还一等而已。对吧、啊？叫你撞。TP 回来四瓶水打两瓶水。没有，是因为角色的问题吧？蓝宝就很弱啊，然后那个 OFF 太强了。那你脚闪而已，他有脚吗？没有吧？他没脚。行。硬推线啊！哎、欸，看那个艾克推线好猛，完全就是就只能给他推而已。那我过去可以杀他，你没闪一样可以。他有下眼吗？没有。来，我直接过来。这个只小心赵信，二打二的话，哎、欸，可是你自己感觉快干爆他、欸。赵信没闪啊，不过他伤很高。哎、欸，干你自己真的就干爆他。我干爆他。可是我快没抹，我应该买蓝水。他是不有一个食物 ？OK。你把买蓝水的话，应该就干爆他。哎、欸，我过去你还刚把他压回去。嗯。赵信在。我刚那波出道就，而且有炮车，我想要凶他一下。靠赵信，赵信在这。没问题。感觉可以上哦。你第二斧，等一下我来。你斧到他吗？看他超贵，他有下眼吗？应该没有、啊。对，应该是没有，可是他就是这么贵。哎、欸，他就是这么贵。那我推荐，我要直接 recall。然后我 cover 你就好，现在他们压力比较大，因为他们中路中上都会炮我的 gank。我这样不会落地。Master yourself, master the enemy. MSE 摸死 ，MSE 大玩 ，MSE 养，嚯、哦！你知道这样的话，就是全台湾加起来薪水最高的，有啊，薪水蛮高的，加起来应该真的蛮高的。妈的，薪水最高，战斗力成反比的战斗，对，战斗力没那么强，可是薪水很高啊。哎、欸，完了，我真的好酱油哦，我真的一直在逛街啊。你就这样就行。完了，逛街 ，win 死。因为我跟你玩，我都会逛街，是不是你是不是我们两个有个什么？你是不是下我降头啊？这个我下你降头怎么笑？
那你不要吓我降头、哦。然后平常说 Wins 应该已经 First 不辣了吗？我操！然后现在是持续酱油中，战力已经随身翻倍。我觉得全台湾战力跟薪水有成正比，只有臭鱼。你说只有谁？只有臭鱼。我的臭鱼真的是那个战力跟薪水是花的值得啊。真的是唯一一个成正比的，没有，我觉得还二十万也不够啊！我也觉得感觉二十万也不够，不是听说二十万吗？我是觉得二十万也不够啊！偷了这个名字就不得二十万了。真的是真的，有跟他打过的都知道，他是真心猛。那你可以gank啊！有点像飞汤下路。应该不行不行，赵信箱很强、喔。那我们一样可以 gank， 应该逛街逛太久了。哇，CC不够久，干 Q 没中，应该直接脚闪了。干我也时间够。哎、欸，匿名太慢了吧？匿名感觉要比你早脚。好、哦、漂亮！哎、欸，我持续酱油，然后持续赢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做事就会赢？没有，你知道我今天两场都是超 carry 吗？然后都输。哎、欸，好 ，OK， 那我这场决定稳稳的继续酱油。好，像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 gank， 然后高野怪，可以快酿出味道，哎、欸，快酿出味道来了，味道不错，味道不错。浓醇香又接近了一步，真的。好肥。但是 solo Q 啊，妈，对面这个，我记得是精英框的、啊。好多啊，可好，这局打不上去。他现在在我的这个棒子的淫威下是站不抬不起头。你明明就斧头，你为什么要讲棒子？你为什么要不？这只就是棒子。你为什么你要让？你为什么你要让我们这两个台变这么淫荡？为什么？没有，你看我这个 skin， 没有，我问你为什么？我刚鞋子没买到。这台本来是很优质的啊，然后一旦大家发现我跟博之双排 SK， 不管是战队还是双排之后，就整个爆裂啊！干、嗯，我刚刚鞋子没买到，还有掉兵。哦，你要回去买这个 skin。我右手拿那个东西，明明就是棒子。哦，好、啊，真的是棒子。你为什么你要选这个拿棒子的 skin 啊？你可以选其他的啊。这个比较帅啊。哎、欸，中路没上，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杀不死，我感觉你要等一下、喔，等下波我也正面。哦，你遇到怪物了，他有靠你吗？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可以，冲出去，冲出去啊！不是，啊，不行。你刚是被看到了吧？好像被看到了，对吧？那我要回家。光没留那么贵啊。连兵都不吃哎、欸，这样子要整 gank 啊！哎呦，你这个位置，哇、哦，还不死，还没老，哎、欸，这个手速还年轻，还年轻，还行，对，还稍微瞧一下位置来踢他，平常常在练习，哎、欸，我的手速厉害了，
欸，他被毒了，对哦，他还活着，他都不见了。嗯，行。15岁的班主，回不去了。靠北，怎么听起来那么哀伤？真的回不去了。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看技能，我还会秘密看到东西要过来了，可是我就看着他打到我脸上吗？你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，脖子？我明明就像我看我刚才 Q， 我说，哎、欸，这我立场的掉，然后快打我，哎、欸，我怎么中了？就这种感觉。我觉得我已经有老花眼的症状了，干我才几岁，为什么我就有老花眼？电竞选手真的很可怜。大家平常都很辛苦啊！干，妈了个吊炮车！我没过门，吊炮车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杀不到是艾克，还是艾克打了地球龟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艾克本来打线就是，其实我觉得艾克会上没那么强啊。他是你要他有多龟，他就多龟给你干。没差，反正欧阿夫后期没有。你看他在哪里？他就站在那里，他也不管我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完全没有想去理他的意思。汤肯奇不见，我出现了。哦，对面赵信，我怎么从头到尾没就看过他出来露一下头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中路露个头，然后就不见了。Nice！ 不要，不要！他妈的脚喘了，靠呀！你他妈叫的好像在射出来。Get kill！我这波极神脖子，我忽然觉得我年轻了。我这波又年轻了10岁，15岁的彭年。哇操！他这样子闪，哇操！没杀！啊干！这小兵打死啊！他妈他剩0.1滴血啊！我操！干掉他队友！哦！哎、欸，这个闪现也太慢了吧！哦，他也杀到了，不错，漂亮。然后一波子，别送我们就赢了。你现在怎么别送我干嘛？杀，结果他妈的啊！啊，结果是不是你被单杀了？是你被单杀了。啊、单杀没问题啊，波子，我原谅你啊。干，比球力还色情有吗？我觉得我不色情啊。没关系，他小兵被我压爆、欸。我很喜欢我这类组合、欸，哎，西西够多。哎、欸，那个哦，往上靠那个赵信。我现在来三流打你有那么神？好，那我上去。来一个，我杀一个，来两个。真的吗？杀一双。你确定？好，我不相信你，我在，你走过去看看。哎、欸，杀了他。有没有？我这个支援速度，他完全没有想到我这么快。不要讲你快，讲你快很难过。哦，抱歉。他位置好屌，哎、欸，你先背着他。好，你先帮我砍他。不要怕，滚！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忘记卡特会飞到后面了，卡特那个盾会往后飞。想说你一个传球过来，我们直接一个没啊，结果 TTY 啦！哎、欸，要不要下？哎、欸，不行，我会唔掉饼啊！没办法，他太强大了。没有卡特那个一太强了，为什么会飞到后面？对不对？应该飞到我的前面。哎、欸，我刚知道他会飞我，可是我忘记他会飞到后面了。因为有些技能位移技是飞前面，有些是飞后面。卡特的是飞后面。对对对，杰也是飞后面，杰你大你绝对是他大你位的正后方，所以你 CC 可以直接丢到后面。你在上路刚玩耍就对了。刚刚杀他哦，他一个。
我总感觉纠结会带人然后来杀这个方。哎、欸，对面是不是吵架啊？怎么对面都没有人出现？哎、欸，没有人出来。哎、欸，对面吵架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纠结在上。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。刚刚又变35岁的彭年了。没问题啊，偶尔变个35岁是可以的。你们三路行不行啊？不对啊，对面太多人消失在地图上了吧？我觉得很奇怪、欸。哎、欸，中干不是我的野？嗯。中塔也爆，哎、欸，对面感觉有人挂网嘞，还是没有？是我幻觉吗？很不好。可是看起来像有人挂网，我们直接挤上塔吧，就直接挤上啊。哎、欸，中塔已经拔到这里这么里面了，他们 AD 不见了，没有 AD 在这里啊 ，AD 在下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哇，他没有，他要死，他要死。哦、他是金牌没有无缝接轨吗？还是怎样？他没有无缝接轨。哦，让他开到大，我刚本来想说他，想说他要开到大的。我觉得没有沟通的情况下，那个要无缝接。没有，我等他，可是我是看他先捏牌，我才踢的，我看他捏牌。他那个没有感应到你。真的，哎、欸，有人来送啊！给盾！我想救他，可是他是一直爆、啊。你好空虚，你这个战机最空虚那种。我一个最空虚。你一个一啊，好可怜啊，波斯。啊，就还好，我有跟他拼一波，让我感觉起来好像我在玩。对。你还是有做事啊，波斯。我哦，原来是抽蓝牌哦。那儿大大。那儿大大 ，A 一四二五六三，谢谢订阅。就害怕，莫名其妙一个三个人，感觉我这样可以出这个哎、欸，羞辱一下，没有、啊，是真的太大顺风了，出这个可以。来个叠出了吗？哎、欸，叠刀，哎、欸，叠刀不听到被移除了，好像是。其实移除也没啥、啊，就是少了点乐趣。嗯，对，少了一个虐菜的乐趣啊，少了点侵辱人的机会而已。真的啊，也还好。有，我这场我把之前欠你的都还你了。你还记得我的劫吗？我还记得。你应该永远忘不了我的劫啊！你要跟我一起买这个装备啊！就是现在最新的、最夯的，一定要做。你要买什么东西？要带套。哦、oh, ，带套 ，OK， 记得带套，记得带套、這個、，OK。啊，你去上路有我们打东西啊，你记得 TP 过来啊。我现在带了套去。喂，上路，不是，别再讲套子，就对了。没地没眼啊！我操！没地方飞啊！没有，我插给你。太远了，位置不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里你要来，他 TP 了，没有。我要换回去。没关系，我们杀他。我给他盾，保护他，漂亮。还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个，救安妮儿。安妮感觉要死了，他刚跳过去啊。想跑啊！我绕身。OK， 我绕队，我们夹，给他个被夹的感觉，给他一个被夹的感觉。我怎么，哎，他还飞过来在开大、欸，哎。但是我。哎、欸、这里开大，哦，这个。哎、欸、为什么他不飞？哦，他这个不错。他应该会跳过来，不是？落入我的怀抱。哎、欸，你这么凶哦，博子，你要吗？不行，我不行，博子。干！哎、欸，爸，走回去，脖子，快啊，脖子，快！干你的，干你妈！啊！哎，你没死！哎，我要死！哈哈哈哈哈！去死！哎、欸，脖子，去死！妈的，在卖我！我卖了吗？哎、欸，最后是 TF。卖了。抱歉，抱歉。哈哈哈哈哈！结果最后什么是 TF？ 最
哎、欸，你刚才，而且你知道我刚没演了吗？我刚没演，我只能插直眼跑。干没死你！厉害哦，想卖我？两个在那边修海，结果是中路了死。有十个队友。抱歉。好呗。哎、欸，贴宝好可怜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如果网播死罐子，我们应该会被他呛爆。我们刚才举动真的很急吧？各种问号。真的。哎、欸，不要大意，不要大意！我今天很多这种比赛被逆转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脖子，不要强爱。我们这不是战队积分，我们是要认真，我们是认真台。那这个装备，我是右键那个崔斯塔，他就一秒就死了，跟你讲。没有，我这右键也是啊，可是我一个不小心。跌到喷掉就不一定了。好，我们还是我去买套子，我买什么跌？好，抱歉，我不该买跌到，我要跟你一起买套子。才不会喷出去，有没有？抱歉，抱歉。你看对面那个 ID， 孩子都是做出来的。孩子都是做出来的。可是真的、啊，孩子真的是做出来的。带了就不会做出来。哎、欸，这里哦。有没有可以救我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有杀到吗？他被喊走了。哦。哇！你要把 EQ 带走。没有没有，我有伤害够。我要贴追击塔。哎、欸，我死了、欸。再见了队友，没有你们该收光了吧？但我刚想杀后面的。我的跌倒没了。哎、欸，我跌倒好亏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在哪看？我操！不对，回来了，铁布。哦，哎、欸，小心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要，我们要这个废哦，这个废哦，我觉得你们要退了。还行还行。我怎么觉得你们会被制裁？我打入你们这几个喜行。我们有一个保险套。靠背，为什么我 ID 有人叫保险套啊？快逃，脖子！饭吃个。真的该走了，真的你该走了，快逃啊，脖子！我在帮你引诱，我怎么觉得他是拖怪害你啊？这个保险套，你不够诱惑、啊，真的啊，他演的不够像啊，他演的就是看起来就是我一点就是，哎、欸，我后面有人，不是不够像影帝，影帝是像王永杰那样。王永杰，王永杰演到连我们都变了，真的，永杰很厉害、啊，太会演了。抱歉，我错了。他一个不敢跟我面对。等下我扫个眼。先拿上塔吧。哎、欸，中路是不是被干了？哎、欸，中路要被干，中路要被干了！保险套，救救保险套，救救保险套！保险套被上了，保险套！妈，脖子怎么在那里？靠，被他飞出去啊！送走啊！你们好废啊！你真的是好废。哦，我两个，哎、欸，干我这把梯子！直接死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我还想踢两个，结果我伤害太高了。操！我一个被小炮玩弄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跳出去，我闪进去，然后他闪出墙壁。反正你就被当喜憨儿耍就对。干！我怎知道他有闪现啊？我没想说我要啊！操！啊！闪现就是一个超好的技能摆在那边啊！我没想说，没有，我已经 Q 到他，又移到他，然后他就死定了。我想说我在右键 A 他一下就死了。没有他直接一波带走你。他一个墙壁各种抽插，一个直接去玩弄我。完了完了，这 TF 有点危险了、啊。没关系啊，就让他去吧。没问题啊。加文符文哦，19。跑丛林云啊。哎、欸、，TF 要死了吗？我在跑这个。哦 ，BD 好了。哎、欸，你们会不会被逆转啊？哎、欸，我怎么觉得我队友在送、欸？
不是吧？你们在冲阿翔？妈的，掉巴龙啊！啊，算了，我拿随机。哎、欸，我们真的要被逆转了！你们好废啊！我决定不理你们了，我 BD。我们该认真了。哎、欸，我也失误了。我把你也爆了。哇，我刚也失误。哦，安妮守住吗？安妮守住了、欸。完了，我们要被逆转了。快 TP 吧，你们复活。靠北。哇，掉了掉了掉了！快 TP 啊，队友，有机会救吗？他们没吃掉，哦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OK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okay, 加油！哦哦，哎、欸，他在上面哦，啊死啊死，哎、欸，你们要接吗？可以接可以接，可是你们会被那个艾克那个哦。我觉得你们要退啊。你要退。好啦，估计我们真的要稳点啊，真的会被逆转啊，我被逆转的比赛太多了。你我刚废哦，感觉我刚刚如果第一个 QQ 到卡莲，那我可以打了，我会第一套直接把卡莲秒了。我这一场学到一个宝贵的经验。别送。哎、欸，算路。是欧拉夫买三下怎么办？干，你这玩家怎么小啊？我想试看看、啊。没啊，好废啊，没关系啊。真的是好废。我如果出惨招，我们刚早就赢。我奇怪你怎么你软到爆炸、欸？对，我软到爆炸、欸。这装备怎么这么废啊？下个粉叶，第一个巴龙。拖出来打，我、哦、这个扣怎么样？我们在野外打，可以干死他们。干三项真的很烂，妈的，这3800块钱，我拿去买4条腰带都比较强。哎、欸，脖子你们过来啊，等你们过来，等你们过来。我要到了。我们中路可以先打一波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贴补不在，贴补是肥的，你们要让贴补在，贴补跟我是最肥的。他大快要好了，再等他大好。可是我想要干这个小爆。可以啊。他跳空掉啊。去炸一下，吓吓他。你可以再留人。我要打。我们可以转巴龙，那个 TF 会带他们，我们把他们逼过来，给 TF 空间就好。走吧，走吧。来。因为我觉得蹲人蹲人蹲。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。哎，被找到了。被找了。好，从哎、欸、这开到这开到这开到。我五出血。哦，漂亮。哦，哎、欸，留住吗？留到了。哎、欸，我踢一堆，踢一堆。没有，我这个抠没啊，是我那个T 太美啦。我现在去吃吧，我们拿掉好，还可以拿下吗？我自己吃就好。因为 T 伤害超高、啊，因为我是攻击专，这个跌到真的是厉害。对了，等就 B 八龙就好了，等 B 八龙。哎、欸，我连打个龙他妈都会掉这么多血，没有没有龙是打趴的、啊。我知道啊，可是就是我也没杀的比较快啊。来，巴龙巴龙！但感觉该买那硬一点的东西、啊。那是一千不起命啊！别再问了、啊。摩斯也没有，觉得没有签到太贵了、啊。摩斯也是超贵的、啊。你现在是帮主啊！可是他这个救啊，差一个 OP。哎呦，他要上喽！我感觉对面要死光了。我干这个超屌！啊啊啊啊
欸，你刚刚看我在干嘛吗？你知道我刚才我刚闪下方要踢左边，结果我闪下面踢下面，哦，还好没人看到，没有队友看到，没有队友看到。